Prestige Private Air 日前邀请中美企业家和社会名流在凡奈斯机场俱乐部举行联谊活动，共同探讨航空业的高端服务市场。凡奈斯机场位于洛杉矶的西部， Prestige Private Air 选择凡奈斯机场俱乐部举行联谊活动，旨在让与会的嘉宾们更多地了解该公司的服务项目。 Prestige Private Air 是一个专营商业机飞行的单位，瑞士 UB 概念，把很多商业机组织起来，为商务需求，特别是为一些公司高管、企业的 CEO 提供商务飞行的高端服务。 Prestige Private Air 目前有200多家飞机加盟，实行会员制服务模式。Prestige Private Air is a new concept that allowed people to fly in private jet through membership and through sharing. And it's a big thing that catching out right now in Californ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hope to go international too very soon. 据悉 ，Prestige Private Air 也加入了美中企业家商会，借由商会这个平台拓展亚洲市场，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他们这个服务。所以呢，这是美中企业家商会现在常规性的每个月都在做的一些活动的真正的含义，就是把企业把他们的需求跟需要服务的这些 CEO 把它结合起来。孙会长还介绍， Prestige Private Air 通过美中企业家商会目前正在跟中国政府和商务厅以及相关单位联系，寻找合适的战略伙伴，争取在上海和北京各设立一个俱乐部，开通中美私人飞机的直航。除了飞行服务，他们还将整合地面的宾馆和旅游业等资源，进行高端的系列服务。汉天卫视记者王明，洛杉矶报道。